好，那你们会比较想在谁的那一队呢？我也是。他没讲。跟 Kid 都很疯狂。哎、欸，可是感觉跟 Kid 比较。对，他玩游戏的人，我是感觉昆达哥比较温柔，我是选方哎。对啊，不是选男友。请站在那个加油棒的后面。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个礼拜，我们邀请到我们的乐天女孩 Love Ten Girl 一起来报名迎接新年。耶！会不会我们2023年就变换我们主持啊？哎呦，好搞笑啊！今天呢，我们会有一个选队长的方式，是悲观期盼。火力满点 ，jump jump jump， 什么意思？等一下呢，你们必须要拿着那个加油棒，然后把球夹在你的两脚之间，往上抛，用你的那个加油棒接住。你先接住的人呢，就可以先站在黑黄旗子的后面。你就自己选，你是黑队或黄队。如果已经满了三名，该队已经满了三名的话，那其他剩下的人就到另外一队。好，开始喽！来，活力满点 ，jump jump jump， 预备 ，go！ 回到原地才玩吗？原地才玩。为什么不要可以往上啊？加高！为什么不要可以往上啊？加高！回到最高。雪呢？他的。雪呢？他的。哎呦喂！你不用跳太高，你轻轻跳啊，把球弄，对，轻轻跳，把球弄走。嘿！啊！啊！啊！他遭到生命在玩呢。恭喜你们完成了任务，等一下呢，分两组，然后就前往他们的房间去找你们的队长。好。所以呢，我们黄队就去找 Kid。哦，黑队我们就到。我们怎么没去？我想问一下，怎么没想到？对，我以为是。我要换，有人要换吗？刚刚在车上一直说要换，想换换换这些人。哎，我上次好像是撒谎，我只是因为他们选，我就想说撒什么？你是不是因为好像比较好的感觉？我只是因为没得，结果压错宝了。你就是那种买东西看很多人排队，我就哎在排什么跟风？哎，是算是算，没关系，很强啦。好啦好啦，好啦，Kid哥听到这些应该很开心。没有，说不定他也觉得我们好像在将就他，他也是将就我们。对啊，对啊，在讲你，应该就互相啦。打算跟达哥讲说，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刚刚发现我们三个人都没有遇过达哥，对，其实有点紧张，有点要用很温柔的方式叫他起床，还是达哥这样吗？我自己快，不要不要，哇！结果我们怎么起床了？你为什么起床了？为什么会有啦啦队？什么事啊？房间乱脱一件衣服吧，我没有脱衣服吧？哎，他是不是自己有发现？哪有脱你衣服啊？现在才要脱？哎，干嘛？你在干啥？你干嘛？哎，他脸那么好，你好红啊！他脸好，我被整理啊！你脸要多好看？哎呦，你真的有妆法跟没妆法真的是一样。我哎，我怎样好看呢？你干嘛？不是，现在怎样？我们没有男生，这次没有男生。这次没有男生，因为这一次播出是2023年的第一集，所以呢，要给主持人满满的活力。对，我跟你说。
一套炸哈，为了你，为了在你这一队，我真的受伤。什么？我这是为了在你这一队，我刚玩游戏，我们等一下，我已经是为了要跟你一组队，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大家真的扯这样，请看回放，刚刚大家。对，就去找 In， 然后黑队我们就到，我们超过去了，我找回队了。想跟坤来对，是不是？怎么可能呢？没有想跟黑队对。哎，那他们是谁？他们一开始其实他们是前三棒赢的，他们先选黄队。哎，我是前三棒。但后来结束之后，我说黄队的那个队长是 Kid， 他说，啊。跟你队跟谁队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哎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那边三个是谁？就是细胞比较烂的啊，那个戴颖、梦姐、梦姐，都是梦姐不是不错吗？梦姐，你再说一次。梦姐都飘的，哪都不会飘。还有一个谁？还有一个骆驼。骆驼，我叫骆驼。哦，可以，可以。是不是？可是你们是不是有选错队的疑虑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没有，没有想选。你们不要说。哎，他们全部都选。说了，不说了。他们以为黄队是。我看你耶一下，然后你们说，哎，对，然后说今天的小队长是 K 哥。我选错了，不要再讲一次。没有啦，我们玩游戏版就是要跟 Kid 的一对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所以你们刚刚是赢了，然后他们是赢的，我们很卖力的赢了之后，最后来得及赶到现在，选错了，最后来得及赶到现在，选错了。你们这是选？你承认了，对不对？OK， 哎，我想很失望的三位队员。好，我懂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我对付。就算我们会输的话，不会，就算不会，不会，你不说。好，那我不会让你们失，我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哎，他们弄到失望跟膝盖都破了。对，那就为了选错队。